小可爱，奶奶要回老家了，提前给你发压岁钱，谢谢奶奶。这么多红包。小可爱，该写作业了，再玩十分钟。行啊，100块。什么？花钱买自由啊！妈妈都多大了，还跟我争压岁钱？巧克力100一个，西西果冻200一包，饼干500一盒。我还是吃巧克力吧。准备吃饭啦！奶奶马上就回老家了，感觉我会很想奶奶的。吃饱了。妈妈，我可以看电视吗？当然可以啊，500一集。啊？你看电视得充会员吧？你充会员得掏钱吧？你不掏钱怎么看呢？对不对？妈，你要回老家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这些红包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小可爱都这么大了，给他发一个就够了。行，那我就收这了。5分钟后，写作业时间到了。哎呀，你们的妈妈也这样吗？